奖典礼正式开始。接下来获奖的是海事市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KSS， 恭喜！再次的恭喜海事市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KSS。好，我们请院长稍微往中间集中一点。我们也要再次的恭喜得奖厂商，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恭喜！好，我们请得奖。